强打陈俊秀成为中职季中选秀会的最大焦点，首轮四支球队同时指名，最后抽签才能决定谁可以网罗。对此男主角感到小小惊讶，也谢谢各支球队的肯定。他是有点吓到了，因为他其实对选秀的事情他比较没有想那么多，那他也没有想到说会有四队选他，因为毕竟还有其他很多很强的竞争者。那我也有跟他聊天了，他只说他真的很感谢四队都一起选他这样。陈俊秀今年25岁，在美国职棒最高奋斗到了印第安人的3A 层级，代表中华队出征的经验也很丰富，包括2006年的世青赛、2010年的洲际杯、2010广州亚运以及2011年的世界杯，都曾经看到陈俊秀的身影。老米狗总教练洪一中也透露，除了漂亮的履历表，球团也观察了他在爆米花联盟的表现，对这位年轻强打充满期待。吉利山虎他的打击爆发力是我们是觉得很 OK， 他打了几支全垒打，那整个打击率也这一两天有稍微掉下来一点，那前一阵子好像达到40%了，所以攻击我想是没有问题的，以他的能力我想在台湾应该是有30%以上的攻击实力。洪总话说得很直接，就是因为陈俊秀的实力出色，生怕他加入其他球队回过头来会对拉米狗有所威胁，因此尽管球队目前打线和防守没有太明显的弱点，拉米狗依然毫不考虑地选择陈俊秀。球队在顺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都没缺的，当球队不顺的时候你又会觉得什么都缺的。陈俊秀是因为没有选他，他会回来打我们。据火球人罗家人，高猛的快速球是最大招牌，义大犀牛总教练大卫更开心地说，牛棚现在要多了一名强劲的终结者人选。Well, it's suitable, but we have Luis Vizcaino, who was a very successful year last year. So we'll get with the pitching coaches and him, of course, and kind of devise a plan to figure out where he'll best fit the club. 陈俊秀和罗家人这两名台东启立山谷的球员，替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注入更多的讨论话题。老米狗和义大球团也希望两人能够维持现在不错的调整节奏，未来帮助球队打出更好的成绩。来听讯张建宏、黄化君台北采访报道。My legs feel good. I feel, Hoku 赞赞赞。看来脚底按摩对于河库队的超级洋炮 Cody Coughlin 来说好像是小 case 哦，还能够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但躺上按摩床之后，状况就不是这样喽。Hoku 赞 ，Hoku 赞 ，Hoku 呱呱叫。Hoku 赞赞赞 ！It hurts, but good. It's a good hurt. It hurts so good. 虽然还能够用中文耍宝，但看得出来 ，Cody Coughlin 已经在强忍痛楚。我的妈呀，怎么会这么痛啊？到底是哪里不舒服啊 ？I feel good. Feels good. I like it. And then you're bagging your head and you're... Yeah, I feel loose. But you don't yell it. Why? I don't yell. I don't know.I'm used to pain. The finger swiping is very different. I'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that. The massage parts and things like that are similar, but it's hard to explain. It's just different. 我说路易是同学啊，在旁边笑港铁露出白泡泡又咪咪的屁股给大家看，还有痛的哀哀叫，很开心哦。等一下，换你自己来试试看阿庞塞的直播法拨筋就知道了啦。Don't be the TC. Golly. 你看吧，这痛彻心扉的 feel 真正是记炸不会掉啊啦。I feel sore, painful, really different. He beat me with two fingers, so. So when the guy uses the three fingers on your back, your shoulder, so you what are you singing? You sing. I feel gonna die. It's good. It's good. It's painful, but feels better than it was. Would you want to try it next time? I have to think about it. 不会吧，阿庞塞还没有使出全力 ，Luis Rivera 这样就不敢再来了。难怪你的河库马吉 Cody Coughlin 会说你娘娘腔呢。Right， 继续宣传杨博志台北报道。
这次参加爆米花夏季联盟的每一队都有各自特色，而台中威达的教练团由曾华伟和黄忠义两人领衔，不论从大赛经验到人气，绝对是一时之选。这个环节更成为他们竞争的最大本钱。我们一直跟这些球员讲说，要照教练的脚步跟步调走，因为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太多的面，而有很多球员可能他们的理解能力，可能他们知道当下的时候，可能他们很容易忘记。从练习生出身的曾华伟认为，国内球员不论天分跟素质都没话说，无奈最欠缺的就是旺盛的企图心。因为你是球员，球员不能停滞，你只能维持，不能停滞。你停滞下来的时候，你再去重新再去动的时候，你就会输给人家很多了，人家就超越了。担心被别人超越的心态，让曾华伟就算当上总教练，还是保持不断自我提升的危机意识。因此，他对洋将有更高度的企图心。他们洋将来真的是帮助我们，不是帮助我们打比赛赢球，而是如何教育，知道我们棒球的需要的东西、观念、心态，这个才是我要挖的东西。为什么我会请一些老洋将来这边？那个，我也是有企图心的嘛。因为我总是这种，我年轻做总教练，我很多东西还是要学习。我觉得我多学习，哪怕是70岁，我还在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教练团，对球员来说自然是树立最佳典范。如果整个球队从上到下都能保持积极态度，经过爆米花棒球夏季联盟洗礼后，台中威达渴望后续看涨。外球新闻，肖新昌、张纪元采访报道。来来来，快问出。就来打一拳。